方舱是因为没有医院没有空床，所以城里方舱把这个轻症的病人输到方舱来治疗。现在是公立定点院有很多空床了，病人不需要到方舱医院来住了，所以方舱医院就休舱了。但是我们之所以说休舱没有说关舱，因为现在说句实话，就是这个疫情判断，还是怕对新冠病毒了解的不是那么彻底，所以我们还怕反复，所以这个是休舱。如果希望疫情没有反复。 大家就可能就回去了。如果说疫情反复，随时我们也可以随时再工作。工作人员，这一轮我代表。